你 Telegram 开了吗？开了之后呢，你去 search 在 search 这里，这边对。然后呢，你 search 是去找 Oakland 的吗？所以 residential 这里。嗯哼。然后 residential 之后呢？这里 ，my home。他，你看到这边吗？看到这边，他在动。你记得了这些很多，比如说 open 呢？ Yeah. 就你去 click open 呢？ Open。嗯，就代表 active 是来，现在是在市场了 ，so 已经卖了。Pending 是现在有人有 offer，expire 是没有，已经结束了 ，withdrawn 呢也是走了，所以你 active 一，这些呢，其实你不管它了，然后 close， 然后呢最好的就是那个 price， 比如300，这个你也 set 了，比如说250了，那这样子呢，你先看了看它这边的，你把它 maximize 这个。这个，你看康已经有4000多，不太多了嘛，嗯，所以你这边的房床，你 maximum 有，他要三个还是两个？嗯，三房好了。三房好了，那你看890， okay, 这个呢 minimum 也要1000几，啊，1200，两百，1200差不多了。还有一个零，还加一个零。那659太多了。哦。对，然后地区 address 呢？Area 2602608。你怎么知道60？因为刚才我们查过嘛。哦 ，OK。如果你不想知道就是 open 呢，你 open 呢？你在这边呢？在这边呢？你看。为什么？哦，可能就是代表 O。对，然后呢，2608我们刚才找过嘛。Yeah。那如果是大的2600，就全部 zip code 都有了。全部这些小 zip code 的2601、2602的，是这个。如果是大的，你要全部的就2600这样子。这样子这个呢，就是611。也行。那就两个了，六个你 search 了。我 search continue。不，你 search 这个。Search。 嗯，那这六个你就可以找到，然后你可以进去看 ，click 这个 click 进去。嗯，是12，哪里？我看一下34、53好了。对。这个吗？对，然后 double click， 再来。然后这个就是，那你 print， 再 print， 下面这样子就可以。那通常我 print 都是 print one page 的，因为 page two 很多时候都没有用。对呀。对，那所以这个就是 paragon， 还有其他的呢，你用多这个帮人家找多了，然后你可以再继续用。比如说，如果说我直接把这个 information 给他的 email， 叫 email 了，对。如果在这的 email。OK。然后就 OK 这样子 ，select 就是一个。这个哈 ，select 一个，然后 OK。OK， 对。Choose a report。Please choose a report， 我怎么样做？你 click OK 吧。然后 ，email。在你在这边往下去，嗯哼，report， 然后不是这个 report， 应该是这个，让我看看，在这边飞这个，你找一个，然后再找 ，email， 把全部 all this 给他。OK， choose a report。 这个是 report expression， 它是怎么类型的，然后呢 email 就这个，然后我 click 了 email 嘛，然后 summary one line， 然后 report， 是这个吧，
嘿哈喽妹妹，这个 report， agent report， 然后 email， 写了 OK。好像是这个吧，这个，然后 email， 对，这个再来一次啊。Email， yeah， 然后跳了之后，在这边 report client， okay， client， client， 就因为他是客人嘛， new， 然后 OK， 这样子，然后打他的 email 这样子， okay。